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万能蘸料的做法，拌啥都好吃，做法非常简单。首先将大蒜拍碎，然后切成末，小米辣切碎，切点葱花，碗中放点白芝麻、辣椒面，浇上热油。这个油要烧到七成热以上，分三次加入，每浇上一次就搅拌一次。这样可以充分的激发出所有配料的香味。加点食盐和十克白糖提鲜，然后加入三勺生抽、四勺香醋，最后放点香菜，搅拌均匀。美味的万能蘸汁就做好了。这个蘸料无论是蘸饺子还是做凉菜都非常的好，自己在家可以多做一点，放冰箱里保存，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就可以了。简单又美味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